欢迎收看《不啰嗦看懂仔》。今天是你企划的一切，给你说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一个挑战。你也知道，夏天快到，天气这么好，又这么炎热，又要流汗，一定要干嘛？玩水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就来玩水。但是呢，今天玩的这个水呢，有一点不一样。我有先做了一下功课，是你从来没有体验过，很刺激，很刺激，可以这样子的，它也可以这样的。欸，但我跟你说，你也真的要血池一下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毕竟祖雄带过我去玩那种真的在船上冲浪的，我们还双人哦。好浪漫啊！你今天这个没在闹鬼呢？我跟你讲啦，这真正啊，你啦，这简单啦，带跳你讲啊。我有点微紧张。你的紧张了？我的紧张是那个浪如果冲到鼻子怎么办？哦，是鼻子的问题啊。还有吃水的问题啊。哦，不会有生命危险，反正等一下有教练带。玩水前可能我们可能要先去换装一下。对，要先换装。然后整理一下仪容，待会玩水还是要有一个漂亮跟帅气的样子。那要去换衣服喽 ，Go！我就说啊，珍姐，你要救我！他给我个灿烂笑，啊，很刺激吗？不会。等一下，还要整理啊？不是，太久没有玩这个，而且它是有一个高空的，你知道吗？应该是很安全。那你帮我数一二三。好，来哦，准备哦。好。准备喽。好。一。等一下。准备好了吗？来一。等一下他要我来做这个恐怖的，好来哦！啊！我下去来不及反应，就是水就整个人都灌进来，可是有一种凌空感，蛮爽的，有一种就不知道好像什么东西离开你的身体的感觉。你说你刚刚灵魂跑出去又跑了，中间有一段，然后你就觉得哎、欸、没了，然后就啪又有了，好玩，好玩啊，好玩是好玩是，好呀。过一个礼拜两次一个小时，是不是也算是一种运动？蛮值得推广的地方。好玩，好玩吧？好玩，中间的那个凌空感有没有？哦，腾空飞起啊，它会有个这样子，时间暂停，然后这样砰这样子，没有这种感觉吗？有，完全有。等一下就是真的要冲浪。对，我们现在呢来冲浪，哎，冲浪还戴蛙镜啊？我不想眼睛吃水呢。到底是在干嘛？我以为很简单，我一上去左右晃到不行。他以为他是马
发现我太急了。是很考验一个人的体力。教练在叫你耶，我不要了，教练。耶、yeah, ，好累、哦，很累，好了。那今天真的很好玩。今天这地方真的是有一点大开眼界，而且我没有想到说一个玩水的地方，对对对，没想到它里面的设施这么多，还有酒吧，还有像这种独立包厢，而且我们是在看一下外面，我们在水上包厢。这些东西在这种地方吃得到，而且价格是合理的，合理的不会偏贵。还有一个重点，我觉得做这个超聪明。怎么说？因为玩水玩完了会饿，会饿。你来你必点，而且你会想说啊，不然吃完再走好了，除非你赶时间。可是你通常如果来这个地方玩啊，你一定不会马上接一个行程。刚刚的游戏体验我觉得非常棒，但还是会有一点害怕。可是它其实都很安全，因为都很软，它那个都垫子而已，都垫子，然后你只要遵循教练的指示，通常不会受伤。但是因为我今天有做了一个错误示范、我本来 gay 的，我穿那个长袖泳衣、我想说就是反正就遮好，然后我怕摩擦什么的，但不行，因为他不是教我们要这样跪住、他说手肘要露出来，跟那个浮板做亲密的贴合，才不会滑、才不会滑。最后谢谢大家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会继续挑战一些好玩的台湾就能玩的，对，分享给大家。不然我们就挑战一些台湾能玩但你们没看过的，比如说，拜拜，拜拜。